鞋子都穿掉了。哇，你是不是给他关死呀？累了，累了。大家只是这样。这个再又来了，哎呀，很可爱呢。光光的，硬光光的。硬光光，上次跟之前非常一样。我们上次坐那个松山巴黎也是，下飞机就一袋礼物。对，一袋礼物。对啊，就跟今天很像嘛。他的鞋子一直掉。还在工作哎。我上次来的时候，那个老先生在开耶，哦，开得很稳。最近那个老人太多。对，就跟那个差不多那样子在开车。对，有七十几。今天在工作。那想那样。因为他们不会让他们过劳。对，他累了。有线，还有那个公里数。你不正常。会热。